猴子，咱们今天捡着钱了，这么开心？咱们今天晚上去撸一把呀！啊，换家网吧吧。昨天其中那个大哥不说，如果我们再去，就对我不客气。就是，就那家网吧咱们熟，而且他们不查身份证。可是没什么可是，我有办法。什么办法？ 展越，哎，小满，拿来。什么？我说拿来。顾小满，你一大早对我们展越大呼小叫什么呢？你当我们三剑客？<咳>展越，拿他什么来给他呀？就是你给的。我什么都没拿呀，我拿你什么了？你说清楚啊！ 哎呀！我不要面子的呀，看着你。展越，你把东西还给我。什么东西？我不知道呀，不信你搜。没有吧？要不搜个身？女孩子家家的，光天化日，脱男生衣服，不害臊。 不好意思，你们两个给我闭嘴，一边待着去。展越，你要是不把东西给我的话，信不信我把你衣服给扒光？郭满，你不要脸！你才不要脸！哎哎哎，别摸了，坐案。哎哎哎，想跑是吧？我早上看见左岸的车了，算算时间，他现在应该在教室里坐好。 你要是没把我东西的话，为什么要喊左岸的名字？吴小马，别聪明了嘛！猪脑花汤有作用了。你走了！展越，你给我站住！站住！打不过你，我还跑不过你吗？我让一让，让一让！哎，让一让！展越，你给我站住！站住！哎，跑！哎哎，让你跑，你还挺能跑啊你！ 新学期又开始了，顾小满。对于高三的同学们来说啊，顾小满，再过几个月，你们将走进高考的考场。不回话是不是？人生第一个重大考验和洗礼。和你说话。哎，日记本。要有分秒必争的意识。你这副认怂的样子，我还真没见过。没有事，没几个人看见。还没到世界末日呢。啊。高三二班顾小满。 竟然当众撕了左岸同学的裤子，这是对校风校纪的严重挑衅。学校呢一定会严肃处理。在此，我呢郑重警告高三年级的同学，把你的心思啊都放在学习上。不管我的事儿啊，校长说的。